不，我想活命，也想更多人能活下去。可我还是太弱了，竭力谋划百年，也才刚刚触及天庭的门槛。在圣人，在天道面前，我始终都是蝼蚁。兄长们曾说，人字一撇一捺，撇是羸弱之躯，捺是铮铮傲骨。天不与光，燧人凶，钻木取火，妖绝人路，伏羲兄自古虔诚。瘟疫祸乱，神农兄尝百草助医书，舞纵强敌，轩辕兄举剑伐之，吾等便是人族之心火，心火不息，人族不灭。龙族屡遭危难，幸有天庭庇护。海神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凌驾于我妖庭百族之上？道祖红军竟然亲自出手。老天，有这么多人想要你的命，你这玉帝之位也坐不长久。万一我杀陆崖不成，反被他杀了，天庭只怕都不会承认我是奉诏行事。冷静，不慌，要除掉陆崖得先对付他的法宝斩仙飞刀。斩仙飞刀是物理攻击技能，但钉头七剑书却是诅咒技能，隔空便能将赵公明那样的准圣咒死。若想解决他，只有找到他的克星落宝铜钱。此宝本是人皇大禹确立俗世买卖之事时打造的钱币，后因天道降下大量功德，使他有了大威能，可落除先天至宝和兵器以外一切的宝物。要寻得此宝，去拜访人皇大禹，前方便是火云洞，历代人皇隐居修炼之处，居然设置了进洞密码，还得破解藏在里面的卦象。是火在天上之卦，人皇用此卦做密码，似乎暗藏玄机。恐怖的杀意锁定了我，难道我回到了妖庭执掌天地的时候？我想活命，也想更多人能活下去。在圣人，在天道面前，我始终都是蝼蚁。何人在此装神弄鬼？前途深海妖族，后脚修罗族。海神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凌驾于我妖庭百族之上？陆崖，妖庭陨落后，那个不知所踪的妖庭太子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妖庭太子陆崖，封神大劫中以钉头七剑书诛杀赵公明的陆崖道人，他原身竟是三族金乌。是你？红葫芦，白毫光，光中显露眼眸。
这是斩仙飞刀。不好，元神法力皆被白光封住了。陆崖现身时想置我于死地，现在却转头攻击华傲天。请宝贝转身。他认出了华傲天是玉帝化身。斩仙飞刀能直接斩杀元神，而洪荒普遍的化身之法皆需在化身上寄托一缕元神。若化傲天被斩，玉帝元神受损，我的罪过就大了。天庭海神，当务之急是对付陆亚。天庭乃道祖所立，道友这般敌对天庭，莫非是要与道祖过不去？将死之人，废话太多。传说中，妖庭金乌十太子均为准圣，只差一线契机，便能成就圣人。成惊险，华傲天也未到大罗，实力太过悬殊，不能正面硬扛。冰水溯源，六合困阵，三足金乌属火，我这海神正好与之属性相克。以为这就能困住我？太阳真言，金乌一族的本源神通，连大罗金仙的元神都能烧毁。请宝贝转身。糟了！路亚，勿要强逆天命。